对面阵地的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中国军队？六十八师，在战前有德国情报局，于是的德军装备，武器配备精良，而蒙古又是六十八师的王牌，所谓的是精锐战将。现有汉方普四骑，他精通英语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在战场上他骁勇善战，善于玩弄各种花样。 还要继续留在闸北，伏击日军，完成闸北制定绝密的计划。我准备把守卫贵金大厦的第一道防线向前推进。二连长，到！你们连队先起，进入这个地区构筑工事，监视敌情。贵金大厦的地下仓库里头装着3吨黄金，这就是您说的统计吗？只是它的一部分，但是就是一部分。 他就足够装备我们6个集团军。这次的任务，他完全不同于你以往打的那些小组激战。师长，我早已经做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了。你的任务必须尽快实施，马上进驻贵金大厦。是。你什么苦逼通缉犯，完全的就是个骗局。团长，上海各大财团富豪卷钱跑了。 装了几大船也不知道运到哪去，刘师长派我们过去就是为他们保驾护航，弟兄们一直到都欺诈了，我带兄弟们就撤出来。混蛋，是长青，自作聪明，闯大祸，知不知道？秋莎小姐，我这儿向你提供一个重要的消息。红工作集团，咱们机密的情报，你是怎么得到的？是自领西报的女记者秋莎小姐。 让你用伤员去堵枪眼的，团长，你说过，任务未完成，谁也不可以撤出战场。我他妈还说过，伤员排除在外，你怎么没听见？我想让他们死吗？他们24个人也是我兄弟，这么多天，缺医少药，生不如死，他们不想拖累大家了。 抗战到底，保家卫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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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京政府下令蒙古团必须誓死保卫这批黄金，这等于是把蒙古团逼到绝路，让这支军队。 成为中国人誓死抗争、绝不投降的精神象征。我们的国家变成了战场，即使死，也死得其所。如果我们的死能保确保通缉化的顺利实施，那我们的死也是值得的。通缉化的内容，你和顾先生都知道了吧？知道，老顾他们会在后方积极的支援我们作战。 国家危亡，党派之争先搁在一边。只要能共同抗战，大家就是一家人。抓日本皇军将在3小时后发起最后的攻击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。如果他们害怕的话，那就要满足我的条件，把这支中国军队当作战俘，交给我。是你们日本国悍然对我国发动侵略。 现在竟然说我军威胁你们日本国民的安全，这简直是岂有此理！这场战争
我们大日本皇帝是注定要胜利的，这次谈判只不过是给你们个机会。胡说八道！日军久攻不下，所以他们向各国使节施压，而英美各国担心战火殃及到公共自信，于是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命令我们撤出战斗。村长，我们连一百多个兄弟，一半都撂在这儿，你说让我走就走。 我偏不走，我要从鬼子身上捞回来！他妈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！三连长，哎，三连长，哎，三连长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看看。团长，你要让我走，你把我毙了吧！ 那你为什么要违反撤退合约？为什么在答应帝国的租界要试用武器？我们是按照协议在撤退，进入租界之后受到了日军的偷袭，难道让我们坐以待毙不成吗？为了保障租界的安全，你必须跟着我走。对不起，你的命令对我无效，请你让开。我告诉你。 如果我没有点头，今天晚上谁也别想过去。他妈就要过去！团长，同志们，你怎么了啊？别动！谢团长，在这个时候不能动手，这不单单是你们团能不能冲出去的问题，这关系到我们两国的外交，而且我们抗战需要英国人的支持。上峰命令，你部。 撤到英租界一个空着的军营休整。英国人把我们的猛虎团战士们关进了租界的军营。谢团长他们现在的处境既困难又危险呐。是啊，日本人不断给英国人施加压力，猛虎团随时都有可能被英国人出卖给中国。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，猛虎团是可以穿越租界区向西郊转移。 因为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咱们之间的协议已经作废。让英国政府把猛虎团交给将军，让他们成为可耻的战俘。你们可以利用一切手段，巴士、巴克，还有舆论部门的压力，迫使英国人不敢轻易的把猛虎团交给日本。猛虎团必须接受我的监控。子弹上膛，架他们的枪，别动。 云汉一向以军纪自律，但是今天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超出了我的底线，所以请岳长官不要逼我违抗军令。不是我要逼迫你，这是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命令，必须交枪。作为军人，放下武器就是一个极大的耻辱。然而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我希望云汉老弟顾全大局。 执行命令，弟兄们，接上峰的命令。现在我们需要把手里的武器交出来。三，团长，枪不能交呀！团长，我石长庆就不放。石长庆，服从命令。别说你是团长，集团司令让我交枪，我也不交。这是委员长的命令。 6年前就是委员长下的命令，我们东北军一枪不发丢了东三省，今天又是这狗屁的军委会，要老子缴枪，老子宁死不交！哎，救护，把死的给我烧！死了那么多弟兄，你让我现在交枪，我不甘心呐！不交枪，日本人会进入公共租界。 那样局势会更复杂，何况我们身上还有3吨黄金，难道让它成为日本人的战利品吗？弟兄们，我谢云汉拿命保证，我一定要带领你们去杀鬼子。 我们拿起枪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；现在把枪放下，也是为了自己的国家。
我是自林细胞的高级记者，我要进去采访谢云汉团长。如果你们要想进这个大门，那就必须要有通行证。什么通行证？英国人发的，工部局租界的通行证。现在就可以出去了。这次我们出来是想给你打听一下秋莎这个人。关于这个女人，我们所了解的就是她经常和日本的情报机关来往非常密切，所以我们怀疑她有可能是间谍。说实话，为了欢迎你回娘家，我连家底都拿出来了。早就想出来，把里面的情况跟你通下气。三连整天在营房里不出来，鬼鬼祟祟的，咱们有笔旧账迟早得算。史长江，你给我回来。市党部的参谋长来过以后，郭副团长变得心神不宁。那批黄金还在你的手上，你责任重大呀。汤秘书长请放心，云汉在，黄金在。方参谋长让我转告你，要想保住这三吨黄金，要靠我们娘家人的支持。团长呢，是早就不信任你了，你不一直想做掉他吗？我给你个机会，咱们合作。你这次出来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如果要是坐失良机，你可是凶多吉少啊。参谋长，你来宣布对他的处理决定。命令：郭万全擅自泄露核心机密，严重违反军纪，故撤销其副团长职务，另查此人有谋害团长、取而代之之野心，故当严办。这干什么？这是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人了，代号枪狼。北平那边来电话说，从那边过来了一个日本高级间谍，早都已经到上海了。严格的说，我不是情报官员，是策反专家。我要的不是一时的胜利，而是永久的征服。这种征服不是肉体的，而是心理的。谢云汉猛虎团已经成了中国人抗击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面精神旗帜，只有征服了他们，才算真正的征服了中国人。我知道你是来劝降的，你爱你的国家，我也是如此。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强国的梦想，但是我们更愿意用诸如丝绸之路的方式，而不是刀剑。我们绝不是害怕打仗，不是不会打仗，而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们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马上给他黄金，这玩意儿丢了，这是大事。早就捞我了，大王也没有捞。这么说，出了内贼了？于志刚，你跟大家说，这批黄金，那不就是变相发给我们的军饷吗？报告团长，这是我的梦想，梦想和现实有遥远的距离。手一伸，梦想是不是跟现实的距离就近了呢？报告团长，于志刚对天发誓，绝没有偷黄金。可是你把贼的胃口吊起来了。为了这三吨黄金，我们被困在这儿。为了这三吨黄金，我们有很多兄弟牺牲了。可是现在，有人却把贼手伸向了这批我们为之流血牺牲所换来的三吨黄金身上，这是我不能允许的，也是全团将士不能允许的。我需要你们牢牢地记住，我们打仗、流血、牺牲，不是为了钱，我们是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。咱们在这里打一个洞，从那个铁丝网下面钻过去，到那个时候悄悄地溜出去，看上一场电影。挖个洞要出去看电影？主意不错。团长，三连发现下水道就是靠南门墙桌子底下，估计有2米多深。
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地下。什么地下？地道。团部决定集体越狱，重返前线。根据图纸上标出的路线，我们今天开始掘地洞，连通地下排水系统的主管道，让全团的官兵从这儿越狱出去，以各班为单位，24小时不停作业。掘进的入口就定在澡堂的隔壁房间。真的不是你干的？那谁杀了我哥？你看看吧，上清，我也是在你哥哥死后才见到你母亲的。他老人家握着我的手，他要我为石家保住一条根。我在你母亲面前保证，就是我谢云汉死，也要保住石长青。部队今天都在这里集合了，你们的日常生活就由他们负责打理。这里是军事禁区，谁让进来的？检修电路的。你最近总在我们这儿转什么？师站长，我服务队的，我就是打扫卫生，随便看看。将军，我的情报人员佐藤报告说，他们正在加紧打斗，准备逃亡。团长，洞子冒顶了，丁文豹被埋在里面了。团长，外面来了一支英国军队，我们出来。朱克靠的情报，你们一直在挖地道。既然上校先生说我们有人逃跑，文营长到，全团集合，让上校先生看看我们是不是少了一个人，是不是有人在挖地道。彭志明到。他跑一个中国军人，叫十个中国军人给一日防。他跑十个中国军人，叫100个中国军人给一日防。李文豹，李文豹到。你已经知道他们越狱的全部计划了。我既不知道出口，更不知道入口。那你们打算下一步怎么做呢？山本将军已经说了，他只要谢云汉，不管是死还是活。阻击手明天就到，如果不可做的话，我要尽快地把他除掉。日本人真要对谢团长下手，某次谢团长无外乎两个方案。第一，就是杀手混在人群当中，当面对谢团长开枪；第二，就是在军营的附近的制高点上布置狙击火力。现在这支部队已经是中国抗战的象征，向抗日用直径，这面旗帜永远不能倒下，你们要不惜一切手段阻止日寇的阴谋，而且要确保谢团长的生命安全。对不起，二位长官，你们的通行证被没收了，以后不能再出去了。为什么要没收我们的通行证？谁给你的权利啊？不是我没收你的通行证，那是英国人不让你们自由出入军营。团长，我想帮你们，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们在实施越狱计划。这刚不让出去，装疯就来了，这个人有点奇怪。他出现的时机总是这么巧。军营里面你是不是安插了特高科的特务？原来你一直在悄悄地替我们站岗放哨。军统已查过了，大本营特工部和军情一处确实有庄峰这个人。团长，你看庄峰既然已经通过了审查，那他是不是可以参加我们的越狱啊？是人是鬼，总得给他一个舞台嘛。
班长，把他拖到地道埋起来。英国人来突击检查军营，你赶快去通知师连长。谢团长，我并不想跟你发生不愉快。小日本人说他们的人死在你的军营，给我们非常大的压力，我必须来收场。转开枪！我在这待够了，我要逃跑。你要是再过警戒线，我要开枪了。有种你开，你开。团长，连长，哦，痛了，痛了，是吧？我看看。你们出去以后，给我多杀几个鬼子。准备射击。我先走了，团长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。登报！登报！丁文豹！丁文豹！先报警！报警！好！报警！警察！警察！放下！放下！把枪放下。我们中国有句古话，叫杀人偿命。他跟在华北见过的所有中国文武精英有所不同，如果正面拳响，只能碰壁，我们应该从侧面出击，抓住他的弱点。谢俊来是谁？谢团长的姐姐。这个时候他来上海干什么？亲生骨肉，十指连心，他就是一尊金刚，也有他的软肋。我这一箭正好射在他的软肋上。合作，免谈。我希望你能审时度势。在学习方面，恐怕你们只能是个小学生了。留取丹心照汗青，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。明天会是一场无声的战斗。参谋长，你把计划给大家说一说吧。关键是要拖住古多贤，让中共和军统的行动人员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营救大姐和孩子，必要的时候武力控制。古先生不着急，来先喝茶。只要你在这个声明上签个字，一切就算解决了。哦，我看看。汪主席十分欣赏你的军事才干，如果你想带兵，那么新政府的陆军部长和三军副统帅任你挑选。潘长官，你做了别人的走狗，现在来说服我也当走狗，你不配跟我谈信仰。你应该认清形势。我们骨子里最痛恨的是暴力，是那些欺凌弱小的人，尤其是那些用绑架的手段去绑妇女儿童，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。住口！住口！住口！怎么样，原形毕露了吧？所以你的儒雅和风度都是装出来的。那么你的软弱也是装出来的。我什么时候软弱过？今天你必须在这个文件上签字，不然后果非常严重。告诉我，你把谢君兰和谢云涵的儿子藏在哪里去了？
他们已经安全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我好想你。如果你今天不告诉我他们藏在哪里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走的。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开枪吧。等你长大了，爸爸一定带着你去打日本鬼子。等我长大了，日本鬼子早就死光光了。对对，等你长大了，日本人早就死光了。我的母亲正在遭受磨难，我必须和她一起，尽我的能力去保护她。星期三上午9点，走人走黄金。将军，这是猛虎团逃跑地道的示意图，他们的出口就在这里。蒲公俊，嗨，我命令，马上带一个宪兵中队进入租界，预先埋伏在出口，歼灭来接野等人。嗨。蒲公君，出口就在对面，只要你把人布置好，出来一个就抓一个。被利用的不止你一个，我要杀了你。我马约克罗斯，不管他是传的真情报还是假情报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掩护我们团的核心机密，直到今天。参谋长，都安全了吗？安全了。经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怕我当外人吗？如果没有你们共产党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可谓国共合作、敌后出击的一次成功战例。弟兄们，我现在带领大家走出这座军营，兑现我的承诺。王营长，到，出发。军人当马革裹尸，战死沙场。如果我在战场上壮烈了，希望你能把我的骨灰带回我广东老家。我倒是希望我们都活着，看到小鬼子被赶出中国的那天。